好，诸位同学，大家好。澳洲戒学研习班及八关斋戒法，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澳洲戒学研习班及八关斋戒法。2014年9月，澳洲净宗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戒学研习班，惭愧弟子有幸能够前来澳洲参与此课程之学习。从香港飞抵澳洲布里斯本的航班，虽然航程略显漫长，但是惭愧弟子却早已是有备而来，事先将来佛三圣永思集以及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有声书准备好，以便于学习。因此弟子在飞机上依旧持续不断地意念贤公，称念佛号，以至于在抵达澳洲之时，虽然一路未曾合眼，但却精神抖擞，没有丝毫疲倦之感。抵达布里斯本之时，澳洲净宗学院悟平法师、悟性法师和义工菩萨们早已在机场等候，向我们热情地问好。他们将所有行李细致分类，以便送往不同处所。为了接待抵达的嘉宾，他们已经超过48小时没有休息了。此时的澳大利亚已经是满天星斗。这块土地的名称源于拉丁语，意思是未知的南方大陆，被称为是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是世界上人均拥有国土面积最为广阔的国家之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我们全身的细胞全都放松下来。也许正是这块与人无争、于是无求的广阔国土，才得以成就戒学研习班的因缘。这对于我们净宗同修而言，是殊胜无比的大事因缘，更深具三学一缘的表法意义在其中。抵达位于图文巴的净宗学院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4:30，接待我们的法师和义工菩萨们仍不辞劳苦地帮助大家搬运行李、安排疗房。第二天上午，悟庄法师早已在学院领着义工们布置会场。万事开头难，一切都是从无到有，无不亲力亲为，无比的辛苦。众所周知，悟字辈的法师们为了护持师父上人宣扬净土法门，促进多元文化各宗教的团结，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久闻这些悟字辈的前辈们个个文武双全，武艺高强，提着农具就能下地干活种田，扎起围裙就能进厨房炒菜做饭，搭起祖衣就能升台升座讲经，早晚课诵还能敲法器领众念佛。百闻不如一见，八月底的一天，弟子来到斋堂门口，就见到悟权法师带着义工菩萨们
刚刚从农田回来，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扛回了好几筐的牛油果、洛梨。由于回来较晚，已经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悟泉法师走进斋堂，在义工菩萨们的协助下，拿着铁铲子开始炒青菜。全师果真身手不凡，三两下就端出了热腾腾的炒面条、炒青菜，这都是法师亲自种植的，无农药、无污染，味道非常鲜美。法师和义工们满怀着感恩，品尝着这凝聚着爱字水结晶的餐食，内心的欢喜与感激难以言喻。曾几何时，才见到悟泉法师在念佛堂领众念佛，在教堂旁调整队列，如今却又在厨房里大显身手。惭愧弟子感受到清净庄严的戒学课程，在我们踏入澳洲国土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了。悟泉法师对我们说，大家要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才有足够的精神体力上戒学班的课程。品尝着鲜美的炒青菜，我们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有一天吃早餐之时，悟泉法师为我们介绍，今天早上大家所听到的是笑鸟的叫声，这种鸟在图文巴不多见，布里斯本才有，它今天在这里欢迎大家的到来。笑翠鸟属又称科卡布拉，是澳洲的国鸟。笑鸟的叫声最特别，就如同人的笑声一样爽朗欢快。这些快乐的小动物在澳洲四处可见，当我们数百人在开会之时，可爱的果子狸也会在房顶上蹦蹦跳跳，仿佛也在欢迎远客的到来。8月31日，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第100集的净土大经科注正式开始宣讲了。很难想象摄影组的师兄们如何在旅途劳顿、尚未完全适应时差以及季节气候变化之时，配合学院的法师和义工菩萨们，以最快的速度披星戴月将摄影棚装备完善，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老法师在讲经之时推荐海贤老和尚为净土宗第14代祖师，为提醒四众持戒念佛、见贤思齐，9月1日数十幅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德像已在学院各地高高悬起，并祈请贤公和尚护持此次戒学班能够一切圆满顺利。每日过堂用餐之时，也都播放贤公和尚佛门榜样的光盘，提醒我们念念不忘效法贤公和尚之德。学院为戒学班的四众同修发放了精心准备的书包和精美的碗筷，书包中有一台果青律师的播戒机、精致的笔记本、笔以及3本戒学书籍。一、沙弥十戒威仪录要，明偶益大师一律重集。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弘一大师遗著。三、梵网经菩萨戒本汇解，李元敬居士汇编。9月1日下午，
是戒学研习班说明会，由物权法师和物品法师主持，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众同修首次共聚一堂，倍感亲切。通过说明会，我们了解到学院为此次戒学班的开办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戒学班分教堂主会场以及斋堂分会场，开课之时，教室的电视屏幕上会同步展示字幕，便于学员学习。现场设立同步翻译，学员可以通过翻译机聆听标准的国语同步传译，为便于越南法师居士们听课，还设立了越南语翻译。教堂主会场除了馆藏书目之外，还特别提供佛学大词典等资料，以便于学员查询之用。由于戒学班报名人数众多，原计划100多人，后来增至400多人，因此住宿环境就比较拥挤。许多学员都是住在同修们的家中，铺着垫子，枕着睡袋而卧。为求法远道而来的同修们，不畏困难，奉行佛陀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的教戒，真是令人敬佩啊。每日清晨5点钟，香港时间凌晨3点，四众同修早早地起来上早课。教堂、念佛堂、越南法师的教室，庄严的佛号声与诵经声不绝于耳，清静庄严。纵使是在-2度的寒风之中，依然精勤不懈。9月2日下午，澳洲净宗学院法师手持戒定真香，率戒学班的四众同修着装整齐，列队合掌，齐声念佛，迎接上果下清律师一行的到来。当时天清气朗，佛号音声洪亮，半小时之后，小巴车缓缓驶入净宗学院，在院长上悟下行法师的陪同下，上果下清律师缓缓步出车门。就在这一刹那，惭愧弟子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仿佛是源于律师数十年持戒之功，汇集成千钧之力。又见到老人家不辞劳苦，远赴重洋，为法忘躯，弟子泪如雨下，惭愧不已。清宫率众弟子步入万姓先祖纪念堂，恭敬礼佛之后，方才回寮。清宫虽年事已高，旅途劳顿，但仍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当日晚上更是不辞劳苦，参加戒学研习班的开学典礼，并和净空老法师先后做了重要开示，悟行法师主持。当数百名戒学班的四众同修见到清宫整装搭衣，搀扶着净空老法师走进会场，登上台阶，二位长老僧僧互赞，惺惺相惜，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令四众弟子感动不已。9月3日，清宫和尚主持八关斋戒，并对戒相进行讲解。八关戒一名八支戒，大乘一章12曰：防禁故名为戒，节清故名为斋，关为闭，关闭八恶，不起诸过，斋者其也，为禁止六情，
不染六尘，其断诸恶，具修众善。八关斋戒是在家众修出家众之戒。弘一法师说，出家众亦可参加受八关斋戒法，其内容包括：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非犯横；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非食食；七、不香花蛮庄严其身及歌舞戏等；八、不坐卧高广大床。受持八关斋戒，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时往生品位增上。清宫和尚在受八关斋戒仪式中，为四众授受三规，而后讲解了八戒之戒相，并略说每条戒的开遮持犯。一、不杀生，不故意杀害有情众生的生命。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因此不可故杀众生之生命。若犯杀人重罪，于小乘则不通忏悔，于大乘则需向四位法师发怒忏悔，并通过拜忏见好相的方法除罪。若无心杀人，则有业报罪。二、不偷盗，一名不逾取，指非礼侵损众生的财物。物主包括三宝、人、鬼神等，以偷盗三宝财物之罪业最重。若侵损他人财物满五钱，则犯重罪。从前的大德评定五钱约等于一件袈裟之价值。1988年，南传法师评定五钱等于20元美金，约120元人民币。因此，一草一木，若物主不给予，则我们不可受用。此戒亦有五种开源：愚想，没有道心，即有想，以为是己物；占用想，粪扫想，垃圾堆里的财物；亲厚想，至亲好友之物，彼此互用均欢喜。三、不非犯横，出家人完全断除淫欲，在家人断除夫妇正淫，众生流转生死是因淫欲的关系，发心受八关斋戒，以此断除流转生死之根。四、不妄语，分大妄语、小妄语之别。大妄语是为证言证，以求恭敬供养，或言天龙鬼神来供养于我等，犯此罪为重罪，忏悔法同于杀生重罪。小妄语则需对一位法师发怒忏悔。五、不饮酒，饮酒乃生起种种罪过之根源，虽属轻罪，但能引发人毁犯其他条重戒。其开源包括外用消毒之酒精、药酒，经医生诊断治病需以酒配药，且其他药都治不好之时可用。六、不非食食，即过午不食。清宫和尚说，这条戒很要紧，持午是明显的持戒之标志。清宫此行访澳之前，已经将9月1日至10月4日之间的日中时间查好。例如
9月3日的日中是11点47分23秒，而一个月后的9月30日则是11点38分02秒。因此，日中前用完餐后需马上漱口刷牙，以防菜屑等咽入喉咙。过午后可吃及不可吃之物，钾、药品在家可服用。出家人当日需家法成进行受药后，方可放置屋内直至食用完。以红糖、白糖、冰糖、蜂蜜、汽水、果汁、茶水、姜汤、盐水等午后可食用。饼、豆浆、牛奶、糕饼、面类午后不可食用。清宫教导我们，午后不吃，形成习惯，则能保持身心清净，有益于修行。七、布香花蛮庄严其身及歌舞戏等，不可佩戴项链、戒指等。肥皂需用无香味者，衣着朴素，不可观听唱歌、跳舞、戏剧等，不可听靡靡之音，因为这些会增长我们的放逸、淫欲之心，但可以听梵拜。八、不坐卧高广大床。清宫教导我们，床的尺寸不超过1尺6寸，周尺1尺等于19.91公分或24.6公分，1尺6约32公分左右或39公分，用于坐的为坐床，用于卧的为卧床，均不可超过此尺寸。若是装饰非常豪华之床，亦不可坐卧。父母师长所坐卧之床，儿女学生等人不可坐卧，唯出门在外做客之时可以开园，或讲经说法做狮子座可以开园。清宫和尚十分幽默地说，我们出门在外做客时，主人供养你高级的椅子，你不能拿一把尺子、锯子量好之后把多余的部分锯掉，损坏主人的财物，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开园。惭愧弟子聆听之后才了解到，原来戒律的开遮持饭是如此随缘妙用、活泼自如，而八关斋戒之功德非常之殊胜，故又名八种长养功德法，详见《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受八关斋戒之时，净信之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诸佛菩萨的加持下，在阿舍离的一持护念下，观想发愿，得纳受清净戒体，信受奉行，圆满殊胜功德。戒学研习班的课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怀着无限法喜、无尽感恩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上果下清律师不辞劳苦、远行千里、慈悲成就我等四众弟子殊胜学界因缘，感恩上悟下行法师、澳洲净宗学院的法师及护法们慈悲护持我等四众弟子于此安心学界，身心安和，法喜充满，愿将学界持戒之殊胜功德普皆回向，愿我成事善业故，此事不久成正觉，说法饶益于世间，解脱众生三有苦。以上是惭愧弟子参加戒学研习班的浅显心得报告，
常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指教，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我们刚才听到太极法师的报告，也在屏幕上看到文字，报告非常好。那关键是要做到啊，说到做不到，那个功德了就没有了啊，福德有，功德没有啊。为什么呢？这个报告如果真正发心人听到，他能够依教奉行就得利益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动乱的时代，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地方天天都有灾难发生，所以学佛同学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处理性啊，我们要把学佛的重点放在如何落实啊，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真正要求自己，这一个月戒学班，清宫上人所说的，你听懂了，你能依教奉行，你能平安度过灾难啊。如果不舍念佛，你决定得生净土。我们时间有限，其他法门好，门门都好，没有一门不好。佛在般若经上讲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门都能成无上道啊，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搞杂，不能搞乱啊，一定要相信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是一法，任何一法都圆满具足一切法啊。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慧能大师开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要深深地去体会到啊。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同时自性生，所以平等，任何一法都能明心见性啊。闲公老和尚说，这世间无难事，只怕心不转。这话说绝了，只要心转，任何一法都含摄一切法。所以他老人家一生给我们做的榜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经。20岁出家，民国19年，我还没出世
啊，他的师父传戒法师看中他。那传戒法师不是普通人，得道的高僧，也就是大彻大悟，看到这种根性的人，宝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成就啊，在佛法说是根熟的众生啊。什么是根熟？他具足三个条件就根熟了：老实、听话、正干啊。这样的人碰到了高人的话，教他一法，他一生坚持下去，他就成就啊。这种人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20岁，师父剃度就教他一句话：“大摩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你看，他真的一教奉行，不违背师父的教诲。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的秉性非常温柔，非常慈悲。那我们就相信他学习的态度也是最好的。啊，学习的态度，第一个要深信，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要用真诚心。恭敬心，他去做啊！啊，我们看到晚年他拜佛，地下没有拜殿了，这从这里看出他的恭敬啊，处事待人接物，全是道场，为什么？心里佛号不中断，那生活佛号不中断，工作佛号不中断，啊，他的工作是耕种，从小他生长在农家，所以可以说他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面。啊，小时候帮助拔草啊，我们小时候在 农村里面干过这事情啊，他一说我们就能知道啊，所以农耕的经验呢非常丰富，农耕的知识是老人传下来，他全学会啊，人年轻有体力又勤快啊，所以他的工作这个农田里头，农耕不爱念佛了。你看，生活是道场，工作是道场，待人接物无疑不是在道场，他的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啊，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啊，最初他达到的功夫成片。什么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江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地老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也是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3年，欲知是知，站着往生啊，往生还站了3天，
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地仙老和尚什么条件能做到？功夫成片就能做到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啊，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大师智圆通常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在世在生的，当来是到极乐世界，我们只讲现前啊，现前一定见到阿弥陀佛，见多少次？至少三次啊！第一次，你功夫成片，你取得往生的条件，阿弥陀佛会跟你见面，或在定中，或在梦中，啊，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到你寿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气了。你与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那你说你多欢喜？啊，绝对不会退转，啊，绝对不会懈怠。啊，老和尚讲啊，不会拐弯的。啊，就是功夫成片的时候，第一次见阿弥陀佛。那么第二次见面，会告诉你确切的时间。啊，我早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他往生前三个月啊，在一张纸上写日期，写了十几个，也没有人敢问什么意思。哎，就是那一天往生，得到阿弥陀佛的通知啊，这应该是第二次告诉哪一天来见面。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你还是活着的，你还没断气，你看到佛来了接引你跟他去啊，所以一个往生的人至少跟佛是三次见面。我们看圆公大师的传记，我们经中出处，他四次见到啊，最后一次是佛接引他往生。他虽然过去见到三次，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啊，到最后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啊，过去曾经见过三次，现在境界又显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啊，而且看到莲舍比他早往生的人通通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引他。这不是假的。啊，那回过头来我们来问。海贤老和尚见佛多少次？我的估计不会少过十次。他时间长啊，从20岁到112岁，92年了。92年跟阿弥陀佛见10次面不算多啊。实际上，他有没有能长寿命呢？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他的寿命正常的应该是70-80岁。慧眼这么长，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是阿弥陀佛要他表法，给他任务。啊，一直到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他表法才圆满。那换句话是，为我们敬重，现前敬重来表法。啊，很多人怀疑，汇集本啊有问题，怀疑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有问题，怀疑我们依这个本子修行有问题，怀疑的人很多，时间很长，史无前例，所以许许多多人学跟汇集本学习的都退心，都该学别的本子。阿弥陀佛亲自让他来表法，让他来做证明。啊，他拿到这部书，这部书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弘林法师编的，编得非常好，我看过一遍。那我们感恩有这个大德护法啊，弘林法师年轻啊，在佛教界里头没有那么高深的地位啊，但是他说真的一点不假，所以海鲜老和尚给他做证明啊，他给我们做证。我们要记住稀有难逢的因缘，第一个告诉我们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一点不假啊，第二个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第三个给我们证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什么都没有啊，这一句佛号我们就看出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通号，念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菩萨的信德全包括在其中啊，一个没漏，还包括菩萨的修德啊，修因正果，一切众菩萨的修德也在这个名号之中，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不可思议啊！我们应该怎样分秒必争，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把自己心里面的妄想杂念统统清除掉啊，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啊，这是好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你要问海贤老和尚到什么样功夫，我可以告诉你，他真的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他的理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直接生十报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谁有这么大的福分呢？啊，你能够见到夏莲老的汇集本，这个本子肯定会流传到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九千年当中，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本，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啊，他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所以我奉劝有福报的同学啊，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诚信不疑，每一天把这个光碟，把这个永思记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我说那是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无量寿经所说的，无论是理无论是思，海贤和尚在日常生活当中全做到了，它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啊。我们跟他学是一点都不错啊，决定圆满成就啊，绝对不可以疏忽啊。一天光碟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呐，会开悟啊。啊，一天念10000声佛号，2个小时，啊，一年不间断，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啊，最怕的是学多门，都学杂了，学乱了，你的精力时间统统分散了。啊，你要不喜欢这个法门，学别的法门行，只要一门深入，没有一个不开悟。为什么？一些法门都通自性。啊，佛法的好就好在此地。那他讲义是通义，不是专义。那不是只有我这个法门能做，不是的。无量寿经上3倍往生，第24，讲得很清楚。上中下三倍是净宗同学学的，后头还有一段，业心三倍。那是学其他法门的，通通的这句啊，甚至于学其他宗教经典的，他能不能开悟，能不能明心见性，能。因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在乎你学什么法门，任何法门都可以啊，只要你心转，转到什么程度啊？转到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就是发生大事。啊，最大的障碍我，有了我就麻烦了。啊，我是一切法障碍的大根大本，所以佛教头一个破身结啊，真正放下5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就证取它完功啊。要不要学教？不需要教，行啊，只要你可能放下了。放下就是啊，教是什么？教是把这个理说清楚，事说清楚，劝你放下。啊，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身也是虚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统统放下。啊，什么是真的？自性是真的，就是本性。就真心，在我们无量寿经经体上就清净平等觉，那是真心，那是真的。啊，你好好的放下，你看放下，见死活，成阿罗汉。
而不是说学这个法门那个法门，那是方法手段呢。重要的关键我们要找到啊，重要是放下。我一生感谢张家大师，我第一天见面向请教，他老人家叫苦，看得破，放得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信不可以执着，自信，自信是真的，真有。自信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在净土里称作常寂光，那是自信的。自信不是物质，非物质现象，非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叫空。这个空不能说无，它遇到缘，它能现象。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报告讲得好啊，前面讲心体，本性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这个清净包括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染污了，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是真心，所以修行修什么？言在色尘里头修如如不动，修不起心不动念，而在音声里面修不起心不动念，真修啊，那是一佛尘的。如果有起心动念，起心的难修啊，心中有我自己不知道啊。可是分别执着我们晓得，这个念粗。有起心动念不知道，别理他。我们先学什么？学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菩萨的大乘。如果还做不到，不分别还做不到，那学什么？学不执着，不执着是小乘，是声闻，是缘觉。见色不执着色相，不执着能见，不执着所见，这叫真用功啊，这真下功夫啊。海贤就这么做法的。所以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先后。向上再提升，从功夫成片提升到理事一心不乱，应该在30岁左右。事一心不乱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生方便有余土。那理一心不乱呢，我觉得他绝对没有超过40岁。30到40之间，他达到离心不乱。离心不乱，一切通达了。师父警告他了，他记住了，明白了。说话里都有这一句，师父讲的，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为什么？没有人相信，而且还想办法来整你。慧能大师明白了，五祖跟他印证，你看，还到猎人队里头去隐藏15年，这才出来。老和尚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说你一切都通，他真通了，人家把你当什么？当做怪物看待。为什么？不符合科学定律啊！科学是叫你学，你没有学，你怎么会知道？
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知道，不负责任，还要装着去学12年。啊，19岁出家，学到30岁。啊，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的学了12年，把12年放下，是放下所知障。这要知道啊。啊，学佛学什么？清净平等觉，觉就是明白了，知道了。这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生的。啊，这个学不来的，学增长所知障。啊，学佛法的时候只求得福报，功德得不到。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八关斋戒是最普遍、功德无比殊胜的一个戒法。啊，我在斯里兰卡看到，我欢喜那个地方。为什么？一般在家的居士，斯里兰卡学佛人多，全国学佛了。啊，每一个人不但戒律他都能够持。啊，像三规五戒十善，他完全做到了，落实了。啊，我在那里，强尼玛法师告诉我，民间普遍一个星期总有2-3次受八关斋戒。啊，在我们中国，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多半是6斋日、10斋日。啊，他比我们多，一个星期得2-3次，常常受啊。所以那是个佛果啊！我帮助他们建大学，在学校里面学习经教，出了学校你就看到了啊，人民都落实了，这不是假的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个佛地。那图文巴也是个佛地，这个佛地跟我们佛法讲的是稍微的不一样。这个佛地是宗教团结的，我们想了多少年了？至少想了20年了。啊，现在成熟了。啊，这么10几个宗教，宗教领导人都来告诉我。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希望我们团结合作，把图文巴达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我们早年在汤池做了个实验，啊，示范小镇，他们要做一个示范城市。同心协力，我在这住了15年。啊，什么造成这个力量呢？我们每个星期六的瘟疫新闻晚宴，我们从开幕那天一直到现在，星期六的瘟疫新闻晚宴没中断过。啊，每一个宗教都到我们瘟疫新闻晚宴来做过客。啊，所以他们对我们完全是公开的。啊，有诚意跟他们往来。啊，带动了宗教团结。啊，
要想真正达到，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从哪里下手？从团结宗教下手。那宗教上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族群、政党、国家就不难。啊，他们现在跟我提出来，我看他们的心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有这份诚意。啊，他们希望我回来。啊，再过几天我们这些宗教领会人我们有一个聚会，明天市长啊、国会议员还有个部长啊，明天就三位来啊。市长非常热心，去年我在联合国跟他见面啊，他告诉我啊，这个会影响全世界。啊，那我要跟他谈，跟他们谈的，加强宗教教育，希望每个宗教都做一本《三六零》，这一份是王神父做的圣经的《三六零》，每一个宗教都有一部《三六零》，我们看起来方便了啊，那么大的经典太多了，没时间看了啊，这个好好的读，好好认真学习。我们学习自己的，也学习别人的，啊，我们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变成兄弟姐妹，变成一家人。啊，这个就给整个世界化解冲突，带来永续的安定和平，这是个基础。我们在大地基。啊，那么明年春天。联合国的大使团会到这个地方来考察、来访问。啊，我会在这接待他。啊，明年的卫赛季，我们可以可能在联合国办一个大型活动，像2006年一样。啊，这个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做成功了，欢迎你们来看。啊，我们大家有这么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啊，我说我一定回来。啊，解法要认真学习，要把它落实。啊，持戒并不难。哎，决定要懂得开戒吃饭，就晓得戒律非常合谱。啊，戒律的目的是达到定，就是达到清净心。第二个，更上一层平等心，再上一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应戒得定，应定开悟。啊，开智慧。啊，清净是二乘的定，是文缘觉；平等是菩萨的定。这是目的，不能搞错了。搞错了，我们就路就走歪了，走偏了。那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没事找事，闲话正说。科助学习班心得体会之八，刘素云老师。一则，遵循四依法，学佛走正路。感恩阿难尊者。
在世尊入般涅盘前，待众生向世尊请法。世尊为后世修行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四依法，使我们后来者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有依有据，受益无穷。说起四依法，学佛同修并不陌生，可以说倒背如流吧。今天重提这个话题，也算是老生常谈吧。既然是老生常谈，为什么还要说？我想借这个学习心得交流的机会，把我自己对四依法的一些体会和同修们一起分享。无论我说的是对是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说的都是真话，愿与同修们切磋共勉。下面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四依法的内容。世尊留给我们的四依法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依法不依人，这句话重点在这个法字上。首先，我们要弄明白这个法是什么。准确地说，这个法就是佛所说的经典。经典是法，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法身所在之处。千万不要搞错了。如果说的具体一点，我们所要依的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离经一字释摩说。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净宗同修依的法，就是净土五经一论。就我自己而言，我选择的是净土念佛法门，持名念佛。我所依的法就是一部经，无量寿经汇集本，一部注，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我们时时刻刻要牢记，我们依的是法，不是依哪个人。不管对任何人，都不要盲目崇拜，不要搞个人迷信。前段时间，有同修告诫我，不要赞叹老法师，理由是我赞叹老法师有人反感。对此，我认真地反思自己，我对老法师是不是盲目崇拜，是不是在搞个人迷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70年来，我没有盲目崇拜过任何人，我也没有搞过任何个人迷信，因为我的倔强是出了名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
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在那个年代，我属于另类，哪个战斗队我都不参加，我自称独立大队。那时不让给学生上文化课，高年级学生也都组织战斗队，斗争走资派，斗黑五类。当时我教的是七年级学生，是小学的最高年级，他们本来应该六年小学毕业，因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没上中学，留在小学闹革命了。我要求我的学生不去参加那些批斗会，每天我的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我给他们读小说，因为不允许上文化课，我只能给学生们读小说了。因为我的倔强，我也挨批挨斗，只是我心大胆大，没心没肺的，你斗你的，我干我的，弄得人家说我真拿他没有办法。这四年多，我见了八次老法师，有人批评我搞个人迷信，搞盲目崇拜，说我跟错了人，这些我都不为所动。我坚信一个真理，心正行正，人必正，人正你怕什么？常言说无私就无畏，我没有隐私，一切都是公开的。做人要真诚，要坦荡，正直，诚实，善良是做人之本。我为什么亲近老法师？因为我太敬佩他老人家了。不是盲目崇拜，不是个人迷信，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一种敬仰。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人，佛门竟有这么好的法师，请恕我孤陋寡闻。我要把他老人家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老法师，认识老法师。我要把我所认识的老法师介绍给有缘众生，让我们共沾法益。我对老法师有四点概括，在这里也和同修们共同分享。一，老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老人。二，老法师是一位慈悲的长者。三，老法师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千百年可遇不可求的一位圣僧。四，老法师是末法众生成佛的导师，超越国界，超越时空，超越族群，超越宗教。我依的不是老法师这个人，而是老法师传的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法要人传，人和法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弄明白。
依义不依语。这个义就是佛的真实义。开经偈里有一句话，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是不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误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没开悟。没开悟就是凡夫，以凡夫之见去解如来之意，怎么能解出如来的真实意？我们是怎么解的？咬文嚼字，扣字眼儿，扣名词，扣术语，愈解愈糊涂。怎么办？听经直听下去，读经直读下去，念佛直念下去，不研究，不分析，不判断，不猜测，不以己之见解如来之意。按师父老人家告诉我们的，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这个见是自性的流露，这个见才是真的。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什么是了义？佛的真实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根熟众生了生死，出三界。什么是不了义？根据众生的根性不同，佛的方便说，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们的了义是什么？无量寿经汇集本是了义，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是了义，净空老法师的演说是了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是了义。依智不依事，智是智慧，识是感情。我们学佛要依智慧，不依感情。智慧的后面是佛菩萨，依智慧，你得佛力的加持。感情的后面是魔鬼，依感情，你得魔力的加持。我们有的同修学佛讲感情，讲关系，比如说我和某某关系好，和某某关系不好，有的甚至搞拉帮结伙，搞不和谐，这不是佛门弟子应该做的事情。真正的佛陀弟子，不利于和谐的话不说，不利于和谐的事儿不做。二则，一句佛号，一部经，净土法门真殊胜。近日有同修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佛号，现在还好不好使，还管不管用？问题来得突然，
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不知道这又是刮的什么风。今年八个月就要过去了，这八个月刮风不断，而且是愈刮愈烈，愈来愈上档次。好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在我这里管用，在我这里好使，在你那里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我不知道，这要问你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学佛的逐步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选择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人太幸运了，慧根太深厚了，福报太大了，太有智慧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修净土念佛法门，什么都不缺了，你们看是不是这样？要经教有经教，而且是最善本的无量寿经汇集本，这可是净土第一经啊，也是众生一生成佛的第一经啊。要注解有注解，黄念祖老居士以他抱病之身，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绝伦的大经科注，可以称得上是净土第一注。要导师有导师，千百年难得一遇的一位圣僧，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是我们净土宗的导师，也是末法时期一切众生成佛的导师，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导师啊？可这样的导师就在我们身边。要榜样有榜样，先说说海贤老和尚吧。这是今年师父上人给我们推荐和介绍的学佛的好榜样，修净土法门的好榜样。师父上人嘱咐我们，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每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你看了吗？你念了吗？再说说师父他老人家吧。记得在科注第十五集里，师父上人有这样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进佛门63年，讲经说法56年，我的老实听话真干只有30%，所以我说我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如果我有60%，我就告诉大家我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我85岁觉悟了，发心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了，其他的通通放下，把大经大论彻底放下，不再搞了。老人家，这不是在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做样子吗？有海贤老和尚和师父上人在给我们做榜样，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海贤老和尚已经做出来了，事实就在那儿，
是明摆着的，是无可争议的真人真事。师父上人，他老人家正在做给我们看，一句佛号，一部经，在海贤老和尚那里好使管用，在师父上人那里好使管用。师父他老人家告诉我们，前三次讲大经解演义和大经科注是求解，今年第四次讲大经科注是求证。老人家的这句话你听到了吗？你听懂了吗？如果自己不求证，别人证了你又不相信，那你就随业流转吧。有这样四句话与大家共同分享。一经一注一佛号，快速稳当成佛道，一生坚守不拐弯，西方极乐去报道。李炳南老师曾经说过，这一生不能往生，不免长劫轮回。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还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进了八宝山大彻大悟，出了八宝山依然如故。可怜的人们啊，如果出了八宝山仍然能大彻大悟，那该多好啊。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错路，望君三思而后行。三则：清贫修道好，快乐又逍遥。我这一生过的是比较清贫的日子，我觉得清贫点儿挺好的。记得两年前，我曾经说过这样四句话：来去空空一双手，无贪无恋亦无求，一生清贫多自在，一无所有真富有。这几句话是我过去生活、现在生活、未来生活的真实写照。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最简单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是最圆满的生活。别人要的我不要，我只要阿弥陀佛。别人求的我不求，我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我和任何人、事、物都没有对立，没有对立的生活是幸福、快乐、自在圆满的生活。真有智慧、真有涵养的人，他不张狂、不出声，你不向他请教，他什么都不说；你向他请教，他应机说法，他和众生和光同尘。这是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一定是少言寡语，低调做人，低调做事，永远保持谦和卑下的好作风。
不是有这样的话吗？道高龙虎符，德重鬼神亲。海贤老和尚救狼的真实故事就是佐证。邪念招魔障，正念感诸佛，心正念正行正，百魔不侵。一个清贫的修道人，肯定是诸佛菩萨加持，龙天护法慈悲护佑，天地鬼神敬仰。这样的修道人，怎能有修不成的道理呢？无事僧、贤道人、清凉汉就是这样的修道人。对这样的修道人，我敬之、仰之、学之。曾经有同修对我说：“刘老师，给你搞个网站吧。”我回答：“不需要。”也有同修对我说：“刘老师，给你出本书吧。”我回答：“不需要。”还有同修对我说：“刘老师，给你搞个基金会吧。”我回答：“不需要。”我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我所要的现在都有了。以前是三条，现在又加上一条，那就是有个吃饭的地方，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念佛的地方。我去香港看师傅有路费就行了。就这四条，现在都有了，足矣足矣。看一看海贤老和尚，我们太惭愧了。老和尚吃的是苦，穿的是补，住的小庙，成就大道，显明清白，自得心开。清贫修道好，快乐又逍遥，一心念弥陀，早日回家园。四则：大浪淘沙，沙去金流。现在学佛的人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人也不少。究竟有多少人今生能成就呢？真的很难说。偶益大师说，净土念佛法门是万人修万人去。李炳南老师说，一万个人修净土念佛法门，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有三五个人。师父上人说，现在修净土念佛法门的，一万个人里能往生极乐世界只有一两个人。是祖师大德们说错了吗？没错，他们说的都对，一点没错。那么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差在哪里？差在一个真字上，差在成净二字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三个条件：一是真信，二是真愿意去，三是真念阿弥陀佛。三个真做到了，诚敬心发出来了，一定是万修万人去。现在的问题是，有几个人
能真正做得到。真正做到的人，他一定是修清净平等觉，证大乘无量寿庄严。大浪淘沙，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像考试过关一样。一关过不去，你就被淘汰了。有这样四句话：大浪淘沙淘去沙，沙去金流真不假，淘去流沙真金在，千锤百炼佛菩萨。这就告诉我们，流沙一定被淘去，真金一定会留下。在这个淘沙的过程中，可不管你有没有名气，也不管你的名气有多大，该淘的一定被淘掉。现在我们是身处乱世，又逢乱年，各种诱惑纷沓而至，其中财色的诱惑力最大。如果过不了财的诱惑关，过不了色的诱惑关，你必定堕落，你将一事无成。结束语。最后说说今天心得交流的题目：没事儿找事儿，闲话正说。为什么说没事儿找事儿？对我来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就这一件事，其他无事。今天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纯属没事儿找事儿。再说闲话正说，所说闲话并非真的是闲话，如果真的是闲话，就没有必要说了。只因为是这样，我今天说这番话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是负责任的，所以说是正说。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说两句：要远离名闻利养，离得愈远愈好，要学会降服自己的妄心。降服是对自己讲的，不是对别人讲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降服自己的贪心，降服自己的嗔心，降服自己的痴心，降服自己的慢心，降服自己的疑心。总之一句话，能够降服自己妄心的人，堪称丈夫。最后，用四句偈颂结束今天的心得交流：无生亦无死，不来也不去，本来无一事，如如住常寂。惭愧弟子刘素云顶礼。留取四帖，心得体会。
我们听了，也看到了，对我们真正修行，希望这一生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很有益。啊，我们也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的篇章来读，来学习，句句话都是真话。啊，末法时期，特别是末法时期，真正一思一法，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思一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疏忽了。啊，那么他在此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菩提道上障碍的严重的障碍不在外头，全在自己。啊，总戒规就是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能把这五个字克服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闲公老和尚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好榜样。我这个晚年，我完全学他，万缘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不求品位。像偶业大师说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足了。”啊，我接受祖师的教诲。啊，一心一意向往西方，一切时一切处不能丢失。啊，这一句佛号希望念念相续。啊，我们很感谢刘素隐居士。后面还有一个王神父的新的报告。好，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大经科注学习班心得报告之二，王海波神父。惭愧弟子王神父，今天向师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做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做中国人有什么责任和使命。作为神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每天悠哉悠哉，像是喝醉了酒，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站立不稳，坐卧不安，身心不宁。师父讲经说，天天胡思乱想，造成今天社会的动荡不安。又言，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没有使命感。自己反省，太对了，这就是我。我的胡思乱想才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干啥都打不起精神，没有使命感。师父在讲经里多次提到，在美国初建净宗学会时，写了一个缘起，就是净宗学会的五门功课：三福、三学、
六度、六合、十大愿王，特别是三福，这是基础的基础。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多么重要。师父极其温和的口吻，常常提醒我们戒律的重要，特别是三福。而且这十几年来，师父讲经，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劝告我们要先扎根。最近师父在《传统文化如何学习》一文中，再次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传统文化在哪里体现？就在这三个根。师父说，把《弟子规》和四库全书放在天平上，重量是相等的。听师父讲经已有六年，前几年也学习三个根，但没有什么动力，总觉得差不多了。直到最近，我才重新认识这三个根。是什么启发我重新认识三个根呢？第一，我在小道场修学，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天天在落实三个根，真干。耳濡目染，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了。想一想，每一个置身于这样氛围的人都会改变。这里磁场都不一样，一般人只是嘴上挂着传统文化，这里的师生说的、做的、想的全是传统文化。第二，是我以前疏忽的，就是我才发现自己错误的心行，包括以前所犯的罪，没有一条超出三个根的范围，哪里出错了？一对照《弟子规》，全找出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师父老人家为什么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这三个根太重要了。我也体会到孔老夫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真是举手投足都在错误中，自己不学，根本就不知道。第三，圣经中天主十诫是信仰的根本戒，如何学习和落实？如今有了这三个根，从三根入手，就是遵守天主十诫。一，在台南极乐寺，师父每天上午去公园散步，有几天刚好有机会为师父拿登山棍，两只分左右，每次拿给师父都是相反的，还得师父自己调换过来。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弟子规没有学好，没有落实，侍奉师长都不会，笨手笨脚。学习弟子规重在存心，存孝敬之心，服务大众之心，落实在生活，就是贤公说的要学会伺候人呐。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偿。
马二十，二十六至二十八。二，极乐寺中午用餐有水果，我很喜欢吃水果，有义工帮助取用。轮到我取水果时，刚好义工菩萨不在，我就自己取用，自己就多拿了五六块菠萝。刚好义工菩萨回来了，看我拿得多了，就嘴里说什么我听不懂，可能是台湾地方语言吧。自己喜欢吃就多拿，没想到中餐人多，为什么有义工分派？不就是希望大家都有吗？只有自己，没有大家，自私自利，欲令智昏，吃完了才觉醒到这一点，真是惭愧。圣保禄宗徒说，他们的天主是妒妇，以羞辱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弟子规云，凡取与，贵分小，与宜多，取宜少。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小朋友都会背诵，我四十多岁没做到。三，师父给我一本《未来属于中国》，我应该跪下来，双手恭敬接过来，但没有，失礼。从柜子里拿出书后，我马上关柜子，柜门有一个小门栓，我没关好门，门栓凑合着穿上了。师父看到后，马上又把小柜门轻轻关紧，门栓穿好。我没有及时说谢谢师父，嘴多努啊。师父这么大的年龄，奖金还不够，对我这样的愚人，还要为我表演《弟子规》。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侵略。四，在高雄机场候机厅，大家排队，马上就登机了。师父也排队向前走了。这时，我还向师父问这问那，弟子规怎么说？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不知道掌握进退、闲忙的分寸。礼就是教做人处事待物的分寸，使能恰到好处。五，为人倒茶水时，哩哩啦啦。给人倒茶水，客人正在全心神交谈，没有及时跟客人说，这是您的茶水，请小心。如果不说，客人没有注意，因为他在交谈，一挥手，可能就会弄翻茶杯。慧荣师兄告诉我，要告诉客人一声才好。我非常感谢慧荣师兄及时的教导。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银。六，在协会餐厅吃完饭，通常都喝茶。我有机会为大家服务，又出错了。为人服务，手里拿着钥匙和餐巾纸，想想看，手里拿东西，给人倒水方便吗？而且也危险。手里拿着东西，
还要拿起茶杯倒水，直虚气如直饮，茶杯和钥匙在一起，既不好看，也没有尊重客人。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七，自己急躁不安，心浮气躁，学习的心始终不能沉淀下来。弟子规处处要求稳重，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不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事勿忙，忙多错等等。类似这样的错误不胜枚举，这都是生活小事。从前以不拘小节为时尚，耶稣的圣言更是一边放，疏忽生活怎么修行？在此也特别感恩胡居士，我的行为穿着不对时，马上帮我矫正。从现前自己一连串的错误，再回想自己犯的罪，我贪污过教会的财物，自己犯过邪淫罪，都是由于没有孝敬父母。亲所好，力未具；亲所恶，谨未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自私自利，狐疑；心量狭小，好强争胜，贪虚荣。身为神父、教友的榜样、信仰的领路人、耶稣的在世代表，贪财好色，衣冠禽兽，寄衣之下失人身。寄衣，神父在教堂做弥撒时穿的，庄重威仪。对不起主，对不起父母和师长，我给众生立下了恶表，成为地狱的领路人。本来应是主子，却变成魔子。今遇净土，又亲近名师，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今忏悔，改往修来去极乐，给众生立好榜样，给天下的神父做好样子。今在师父台前，在各位法师大德和众生面前发怒忏悔，后不再造。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人类必须抉择，他是要从贪婪中彻底回头，或是要面对文明彻底毁灭的灾难。只有当人们能够回归到从前佛陀与基督教圣徒那种克制欲望的生活态度，并遵守那些古老高级宗教节制自我的戒律与教诲时，人类才可以避免文明的毁灭。我要放下一切贪欲，财色名食睡，不能一下放下，也要不断淡化，不能再继续堕落了。诸苦尽从贪欲起，贪欲一起，就要提醒自己，难道苦还没受够吗？从对生活的贪求开始，学会知足常乐，没有的不希求，已有的不贪恋，用师父的经教控制住
经教就是我的日用粮，不能离开。教人先教己，正己化人。圣宝禄宗徒说，你这教导别人的，就不教导你自己吗？为什么你宣讲不可偷盗，自己却去偷，说不可行邪淫，自己却去行邪淫？罗二，21-22。从弟子规开始，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做好中国神父，效法师父上人，做爱国爱教的典范。师父说，真心是什么样子？戒律就是真心的样子。就我这个样子，还傲慢、嫉妒，没有诚敬和谦卑，离主的教导、圣母玛利亚的榜样还很遥远，这就是妄心。师父讲经告诉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六根接触六尘处学起，落实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这不就是弟子规吗？从根本处入手，大道至简。愈是深奥妙理，愈是体现在生活，道在平常，不能好高骛远。人越有德行，越谦敬。相反，越没有德行，越想高高在上，越傲慢，越要面子，却没有面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师父为我指出了病根，医治从三个根开始，一面补三根之德，一面听经，听经求明理，把理落实在三根，在根尘相对中立誓练心，实践学佛念佛，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以听经、念佛、拜佛为主。闲公和尚说，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以上是惭愧弟子王神父的心得报告，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师父上人及诸位大德法师同修批评指正，欢喜接受批评指正。阿弥陀佛。王神父的忏悔值得我们学习。我见过许多人做错事情好面子啊，总是替自己掩饰，不敢发露忏悔。他这一篇文章发露忏悔啊，那么最近他，我劝他有时间在圣经里头记录360条给初学的人来看，他做成功了啊，这是他做出来的圣经360。我们希望每个宗教都有一部三修这个360，宗教会团结，宗教会互相学习，宗教会互相提升境界啊，这个是化解冲突，带给世界永续安定和谐的真正的基础啊。所以我对于王神父很尊重他啊，他真能够改过自新啊。好，今天谢谢大家。